老公今天真好。啊，留一半给老公喝。老公，藕粉特别好喝，给你喝。有套路啊。哎，老公，吃饭了，选一个吧。我选河粉。你不选这个？我吃河粉，我不吃那个，我吃河粉。别后悔啊。不后悔。空盘子后悔啥？哎，先喝点藕粉。看他吃的好香啊，我都看馋了。是啊，我不着急。一会儿再喝，赶紧吃，一会儿你就凉了。我怕你跟我抢，赶紧吃。知道你那是空盘子。你这是行啊行啊，又蒙了，说的有大，又怎么来这事，说让你选这个你不信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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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起来，给我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哎呀，都说让你选这个，哎呦你妈你这人
见的看不见的，你选哪个？连个鸡蛋都没有，我选这个。选好了？选了。不许后悔啊。那不后悔。好，那我吃。啊！咋还脏鸡蛋呢？还藏俩，早知道我选河粉了。看你吃的是真香。我都有点忍不住了，我吃啊，吃呗。这也吃不饱啊，一个包子呀。这媳妇也太坏了。老公，吃饭。吃饭了。老板，去给他们拿了碗饭去吧，没拿了碗饭呢。这么模范英，肯定给饿欢了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让他把这个也吃了。怎么了，老公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你这会儿你咋没吃啊？